大家都好，大家都坐下。 爷爷，我们都做好了耶！啊，我看到了。是爷爷，你今天讲了什么故事啊？就是，你讲好了，编的了。今儿个，今儿个讲王小卖豆腐。啊！哈哈，怎么了？我们都赢过老百姓了。就是嘛，讲个新的故事啊！可别再逗我们了嘛。 别嚷别嚷呀，讲个新的，让我在这个故事罐子里头翻一翻啊！哎，有了，大家都把眼睛闭起来，好好的听啊！嗯嗯嗯，这个故事发生在很久以前，算一算该是明朝的事。明朝是什么时候啊？ 哎呀，你管他是什么时候啊！哎呀，你管他是什么时候，你闭上眼睛听就是嘛。明朝在元朝之后，清朝之前呢，一座四面围着小山的县城里头，有过这么一回虚虚玄玄、奇奇怪怪的事儿啊。山城里头有个董侯祠，祠堂里头供奉着董老侯爷，老侯爷一辈子替朝廷出力。 老家人为了纪念他，替他修祠堂、竖牌坊，香火供奉。每年到了元宵节前，县太爷就领着大群的士绅百姓去祭祀，瞧瞧，多少人，多热闹呀！他们都是去祭董老侯爷的。哎哎，王捕头来了。 乡亲请，徐大人请。 徐大人，辛苦了。王捕头，在，替我请赵团练跟玉姑娘到前面来一下。徐大人有请，赵团练和玉姑娘。 玉姑娘也来了。徐大人，好，本县请二位来是想在祭祀以前商量一件事。徐大人有事尽管吩咐。想必二位一定清楚。 侯爷当年率师平乱，亲情飞碟帮盗魁皮麻的事，侯爷丰功，没齿难忘。近来传说皮麻的败地出现江湖，本县荒僻多山，又知元宵佳节，怕贼人趁势混入，县府人力担保，届时请二位大侠鼎力相助。徐大人言重了，这是应该的。 定远县令徐志率同地方士绅人等，共祭安靖侯神威大将军，祭典开始。
主祭者就位，本县何幸能以率同诸位拜祭董老侯爷？可惜这太平灯节，侯爷再也看不到。上香，献花。 献国，献爵。七爷爷，这祭祀可真热闹啊！可不是嘛，祭拜先贤，追公崇德，是我们的传统美德，再加上元宵节有道，那当然热闹。可热闹后头就有了名堂喽。什么名堂？别老岔好不好？ 城里的京夫晚上遇到鬼喽，没出息。 你把这个酒壶啊嚼嚼咽下去，就解馋了。去，哦，我要去打金钱。哎，慢着，明天一定给。哎，前天你说明天给，昨天你也说明天给，今天你又说明天给，明天你再赖啊，连二两都不给了。时间不早了，大金要紧，大金要紧。明天。 知道二位一定是远道来了，请里边坐。哎，两位客官，里边请。里边请。来袋烟吧。哎，坐。两位客官，沏什么茶？真是很喜。啊，风水师傅说的风水不太好，价钱是个便宜。喝茶也要有个名堂。哎，是啊。哎，卖人茶。啊，对。 哎，竹叶茶也行，卖人茶，竹叶茶。哎，客官，小二，啊，替咱们俩沏火龙井茶，送我的。哎，是大爷。哼，土窝里的蛤蟆，就是蹦上天去也脱不了土腥味。你说谁？腊月十五，云遮月，正月十五，雪打灯。哎，来了。你是五爷。 简直丢人现眼！城里怎么样？都办妥了。大伙什么时候到？天亮一早。打探着什么呀？五爷，您是说？哎，用信下的，金眼雕下套。五爷，是您见过还是咱们见过？董侯府里进不去，一点线索也没有。可不是，瞎哥点灯，白耗一盏油啊！好了。 你们再出去溜溜。五爷，咱们哥俩从没进过城，龙井茶什么样也从没见过。对，五爷，总该让小的们尝尝啊。赶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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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
在下拍这个是让各位静下来。哎，您别瞧不起这玩意儿，这在皇帝老子手上叫镇三河，在将军帅爷手上叫金虎胆，在地方父母官手上就叫金堂木。话说有许多江洋大盗一听说这玩意儿，就吓得是屁滚尿流，两腿发软。哎，这玩意儿在在下手上就不成什么名堂了。哎，话说那三西宴嘘嘘，怎么灰头灰脸啊？你怎么了你？外边，我在外边。你怎么了？什么外面？你又喝多了？我没喝呀，我一点酒也没喝呀。好啦，你又醉了，出去，装醉瞧进去。我一点也没醉。去呀，小霞。哎，来了。再说那三西宴，嘘嘘嘘！哎呀，你今天是怎么了你？我遇见鬼了，我遇见鬼了！见你大头鬼？不，没头的鬼！哎呀，你瞎说些什么？这真的，我真遇见鬼了！放屁！我告诉你，我是在做生意。放开他！哎，是，是团令跟玉姑娘。请里边坐，里边坐，把它交给我。我遇见鬼了，我真遇见鬼了。我知道，我们送你回去。好，走吧，你做你的生意。哎，是。话说那三西宴许良遇上了三个毛贼，可是那三西宴许良遇上了四个毛贼，还真是无巧不成书啊。那老西遇上了那三个毛贼，不，四个毛贼。那四个毛贼尽管低着脑袋走，哼，却瞒不了徐良的锐眼。这些个都是县太爷为了纪念董老侯爷，请丁老师傅扎的灯，叫进扣灯。丁师傅，哎，您手艺真不赖。哎，人老了，眼手都不行了。到时候还要请董老夫人多包涵呢。老金，你给我讲讲这些灯嘛。好，我讲。这是侯爷站瓦剌的灯，被追的那个番子是瓦剌的主将铁塔儿。这一座嘛，是老侯爷大破飞碟帮，生擒盗寇匹马的故事。你瞧，匹马跪在地上，侯爷坐在椅子上，多威风。爷爷怎么杀的匹马呀？侯爷并没有亲手杀他，是侯爷身边的大将金眼雕金大侠杀的。哦，怪不得奶奶说爷爷不喜欢杀人。哎呀，老伴儿啊，招呼金老爹喝杯茶再聊嘛。你看我这老糊涂了啊。孙小姐，您请坐。不，我要看灯啊。这孩子缠着老朽要看灯，就让他看个够吧。啊，哎，请，小铺杂乱，不成礼教啊。丁师傅哪儿的话呀。哎，请先请孙小姐尝尝。是娘。哎，坐啊。从年头忙到现在也没去看你啊。董老夫人好啊。老夫人好。哎，巧，王捕头来了。玉姑姑，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是老金带我来看灯的。赵团练，玉姑娘。哎，王捕头一定是来取灯的。王捕头里边坐啊。不，在下是陪赵团练跟玉姑娘巡街经过这里的。金老爹，今天晚上金夫遇到点不寻常的事，所以孙小姐年纪小，身份不同，万一出了什么事情，谁能担当得起呢？我这就送孙小姐回去。哥哥，我送他们回董府。哦，姑姑，我的灯还没看完啊。等元宵节再看，跟姑姑回去，改明一早我还要看你练拳去呢。灯节都快到了，还要练拳啊？那当然，你没听人说拳不离手，曲不离口，你奶娘家的青云啊就比你乖多了。好嘛，人家练就是了嘛。这才乖，走。
李妈。老夫人，点心一会儿再给您送来。嗯，小雪他们呢？在院子里练功呢。哦，元宵节到了，告诉老万、老金，多注意门户，别让小雪到处乱跑。老夫人，您放心，我知道。是不是长进多了？名师出高徒，这还有什么话说吗？我这个吴管家只是力猛全城的粗汉，我觉得他们俩轻巧是够了，力道还是差一点。万管家说的是，还欠几年饭食。金管家，您也懂得武术啊？不，我哪里懂，你们是看门的，我是看热闹。赵团练和玉姑娘是一等一的高手，调教出来的徒弟，那还错得了？您这么说我可脸红了，偏荒的小县城里绑不着名家，我跟哥哥只不过是滥竽充数罢了。哎，玉姑娘过谦了。万管家，金管家，这两天城里不太干净，您二位得注意门户，千万别让小姐乱跑。哎，团练，请放心好了。我们会当心的。哥哥，他们两个也练得差不多了，咱们也该巡街去了。我就不信他这样就能发得了财呀，这元宵节一年一回，孩子想买个灯笼能花多少钱嘛？他呀，哎呦，抠抠屁股数数手指头，我就没见过这么小气的。哎，你说谁呀？哎，还不是东家那个王大娘吗？王大娘哟，我当家叫我了，我不聊了，我走了。叫你买个灯笼你不买，你瞧他拿一件灯笼叫人给揍了吧。哟，我当什么事儿呢？啊，小桃，买买，你说买几个？我只要一个。你给我回来！你说，从年三十到现在，你输了有多少了？你说呀！我说，我不服气，我要翻本。你是有金山还是有银山呢？你呀，靠赌是发不了财的。你给我回来！我要你放手，你放手嘛！我就是不放，我就是不放！你给我回来！你。我打你！你打我！娘，你们又吵架了。哎呦，出来！你娘对不上你呀、啊，我可待得住你。回去念书，你念不好啊，休想给我看灯去。走。哎呦哎呦哎呦！轻点，别把东西丢了。是。哎，客官远道来，辛苦了，您里边请坐。哎，小二来了。哎，请里边坐。
青云呐、啊，你看你的吃相，小声一点，没有人跟你抢。奶奶，您自己说过，女人吃饭才细嚼慢咽的。贫嘴呀、啊！要想身子壮，快把青菜炒。奶奶，我都会背了。好，奶奶先说。先听你说啊。听赵团练说，城里不太干净。我想会不会跟皮麻他们有关联？别到处乱讲，我正要告诉你的。侯爷和老夫人。奶奶，我知道了。侯爷和老夫人待我们恩重如山。小雪的爹娘不在身边，你要特别小心照顾她。奶奶，这跟青菜一样，我也会背了。会背了最好啊。元宵节到了，城里很乱，不许带小雪到处乱跑啊。奶奶，如果她非要出去，我可拧不过她。青云，你看又来叫我了。你给我从屋门出去。嘿，快下来。奶奶，这里出去多么省事啊。我走了。青云，小雪，小雪，嘿，哎呦，你吓了我一跳。你真讨厌。哎，你不是想吓我吗？都是假的，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嘛？下次我真的吓一跳就是了嘛。元宵节到了，瞧，县城大街上多热闹，赶集的、过路的、江湖卖艺的，该到的全到了。看见没有？团练、玉蜻蜓、王捕头，他们可累坏了。从那天惊夫遇鬼，他们就明白了。可是形形色色，坏人在哪儿呢？七爷爷，坏人要干什么？好，等我润润嗓子啊。你就不能少问两句啊？我娘说有不懂的就要问，再问我就揍你。你揍我也要问，我真揍啊，我真问哦，我揍，我问，哼！匹马败地，那帮坏人。除了想谋害董府的老夫人和小雪之外，另外一位就是当年亲手杀死匹马的金眼吊下套。元宵节到了，正是下手的好时候。我奶奶揍我就不好看。你烦不烦嘛？告诉你，回去有什么事我承担。对，你承担，我挨揍啊。小雪，小雪，干嘛？我们走吧。你是怎么了？告诉你，有事情往我身上推，我不走。是啊，有什么事往你身上推，我啊就会被我奶奶给活活打死了。小雪，咱们还是快走吧。青云，把糖葫芦盘给我，我不请你吃了。好好好，你看不走。走！
的事你全忘了。怎么了嘛？出门的时候你答应过我什么都听我的。好嘛，听着就是了嘛。提心吊胆的带你出来玩，回家八成是顿揍，想想真划不来。好啦，还嘟嘟囔囔的干什么嘛。小雪，练把式的没有什么好看，我们走吧。你到底要看什么？我不走。你瞧瞧这些练家子横眉竖眼的，我看恐怕都不是好人。大天白日的就是坏人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好，就在你不怕，咱们天天都练，你还看不腻呀？玉姑姑说的对，取人之长，补己之短，多看多学呀。哦，现在又用起功来了。午夜来了，小雪，咱们蹲着看就不累了。好，小弟小弟，你看真巧，要不然就刺到咱们了。嗯，真巧。请你小心。看见没有，一窝子坏人，快走吧。不是我说你们，元宵节街上人杂，要特别注意小雪。你们怎么就这么粗心大意？要是小雪丢了或者出了事，那怎么得了？老仆该死，老仆该死。老夫人请息怒，我们这就去找。走吧。小雪要看灯，总得有个人跟着才行啊。老夫人您消消气，有青云这个小精灵鬼跟着，我想绝不会出什么事儿的。我知道。哎，奇怪了，一转眼就不见了。哎，五爷，咱们分头找吧。好。
个吧，买一个。你仔细看看，那卖风车的一脸横肉，八成是一伙的。你这么一说，我也有点觉得。我把你们这些没用的杂碎全他娘的酒囊饭袋，你们这么多人连两个小不点都抓不了，恨不得撒泡尿把你们都冲到东洋大海去，他奶奶孙子的。大哥，我看呐，暂且饶了他们这一遭，看晚上的，晚上这出戏你们可得唱足了哟。滚出去。顺风吃完了，可不是嘛，不矜持。掌柜的，再来一碗。啊，三碗了，好，马上来啊。嗯，青云，你已经吃了12个了耶，你是没吃过呢，还是饿死鬼投胎的呀？元宵嘛，一年一回，多吃一点不要紧。是你呀，吓我一跳。丁姐姐，孙小姐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是我溜出来的。嗯，大妞啊，这是董侯府的孙小姐。董侯府，孙小姐，嗯，我可是头一回见着呢。哎，大妞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怎么不能来啊？这元宵真好吃。好吃啊，多吃点，我做东。不，我们带钱出来了。哎，没关系，这掌柜的是大妞的三爹。三爹啊。对对对。哎，青云啊，您快点吃，吃完了一块看龙灯去。好啊，那就快吃啊。你们先去，我还没吃够，等我吃够了我们再去看。怎么罚我还不知道呢，我心里呀七上八下的。你心里呀全是汤圆。小雪，小雪，干嘛呀？我老觉得有人跟着咱们。你呀吃多了撑的，疑神疑鬼。不信呀找个地方试试。乡亲，各位乡亲，大家静一静，静一静，我开始念谜题了啊。谜题第27，道士颈上两个球，和尚胯下一条筋，原是平常两个字，难倒世上许多人。
我是和尚，和尚，道士几上两个球。哎呦，和尚，轻点吧。瞧了，原是平常两个字。看见没有？看见了。许多人，查无。看清楚没有？你急什么嘛？水瓢，我，夜壶。各位乡亲，各位乡亲，劳驾劳驾。大家想清楚了再猜，不要瞎猜，不要瞎猜嘛！和尚，亲，怎么办？我一题都不会。土狗，你下来，我看看，也许我会。台上有好多礼品啊，不会猜有什么用？崔小姐，崔小姐，你们猜过没有？一题都不会，看我们猜中好几题。哎，不要乱猜嘛！你们怎么会猜呢？我们一猜就中。算了，猜谜的管事。是大妞的二舅，怪不得。大妞姐姐，你家的亲戚可真多呀。丁姐姐，那你们带我们去猜。好啊，跟我走。小雪，看那边。走，怎么办？快溜啊！丁姐姐，我们有事，不去猜了。孙小姐，孙小姐，不去就算了，走了。你看那边。萝卜。不对，麻烦了，青云，走这边。哎，我知道，明哪两个字？被包围了，青云，你急，瞧我的，干什么？没有一点本事，敢带你出来吗？哎，怎么又来了？告诉大妞，老是你们猜着，要是别人知道，多不好意思。嗯。各位乡亲，各位乡亲，不要乱，不要跑。开这种玩笑，你不要跑，不要乱，各位乡亲。哎呦！大哥，你说，干嘛这么大声啊？孩子没抓着，咱们想想别的法子。你想。大哥，住口！站远点。是。让开。大哥，当年咱们皮骂大哥是被董侯所掳，被金眼雕杀的。城门口的老丁扎了进扣灯，这灯他怎么知道该怎么扎呢？奶奶，脸冲墙。跟你说过，不要带小雪出去，差点没把老夫人给急坏了。奶奶，脸冲墙。我也说过，她一定要去，我也拧不过她。你敢跟奶奶顶嘴？我没有。哼，还说没有。今天晚上跪着，不许睡觉。奶奶陪你。衙门一趟，你回董侯府，今晚多加小心。
谁呢？金老爹，你也没睡呀？你在看什么？我看今天晚上一定有热闹好看。我走了。金元，快回去吧，小孩子要早早的睡，早早的起。早睡算了，我奶奶今天罚我不准睡觉，我是去想办法叫醒小雪，等热闹看。金老爹，干什么？你愿不愿意陪我们？不睡觉？对，不睡觉。赵统领，玉姑娘，董府四周都布置妥了。我看匹马他们没那么大胆子。万管家，小心谨慎，咱们是防万一。是，团练。哥哥，我到四周看看去。好，那我陪你去。大爷，开恩呐，开恩呐，大爷您开恩呐。大爷，我老弟世代扎灯，知道的不多，懂得太少。您所问的我真的不明白啊，大爷。胡说。哎呀，爹，老伴儿，大爷您心情好，您饶了我们吧，大爷。大爷你要打打我好了。住口，快说金眼雕到底在哪儿。我不知道。大哥您先歇会儿吧，看我的。小姑娘，你爹娘是个老糊涂，你想想金眼雕藏在哪儿啊？我不知道。那进口灯是谁让你爹扎的？董侯府的管家。瞎说。啊，你们放手，你们放手。我说大爷。快说金眼雕藏在哪儿。我真的不知道啊，大爷。把他们吊起来。吊起来。是。大爷要吊就吊死我们，求求你帮了我的女儿吧。爹，老丁家里出了事儿，又让京夫给瞧着，京夫拔腿就跑到了董府，糟了，正中了坏人的调虎离山之计。哦，又是调虎离山之计。怎么了？你们都听过了？我们都听过了。我们中了调虎离山之计了，快走，危险。哥哥你先走。接着哥哥，我没事，回东府站住。赵一凡，玉清廷，当年我匹马大哥被董侯所掳，金眼雕所杀，这是私仇，登将全家的事给我一个交代，我劝你们少管闲事。抢了我百姓，这档事咱们管定了。哼，站住。来，Stop the...
什么事？弟兄被撂倒了好几个。看见是谁？什么时候？刚才的事，漆黑一片，看不清楚。啊！找上门来了。糟糕，团练玉姑娘又不在。金眼雕下头。哪来的妖魔小丑，敢来侯爷府生事？你可是金眼雕下头？哼！老爷爷万和风，在侯爷府管事多年，哪天信过下来着？金眼雕藏在哪里？不知道，想找茬，我陪你们走几趟。把大门关上。是是是。李妈，老夫人，有事儿吗？匹马那批人，为什么就不明白这冤冤相报何时了的道理呢？哎，人嘛，不到黄河，心不死；不见棺材，不掉泪。哎，阿弥陀佛。快点！站！站！站！
斗府。刚才抓到几个？五个啊。再数数看。一二三四五六七。哦，怪不得我说等了半天见不到一个黑衣人。嗯，奇怪，这会是谁呢？我先进董府看看老夫人。嘿，董府，小雪，这么晚出来干嘛？还有我。院子里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啊？有。玩得真痛快。那老夫人呢？玉姑姑您放心，我奶奶睡着了，一点都不知道。快告诉我出了什么事了。你先别问也别急，我带你去看看你就知道了。喏，你看，老金都睡着了。Thank you.
有准头，有力道，可是这烟袋锅是老夫人送的，打坏了怎么办呢？哼，打坏了，爷爷还有一只烟袋，凤魔铜的，赔你就是嘛。还好，没打坏。金老爹，我们看见了。对，我们看见了。别胡说，你们看见什么了？金老爹，您不该瞒我们。对，瞒得太久了。我什么也没瞒。我们已经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你是金眼雕。别到处去乱说哦。有个条件。说。带我们去打坏人。嗯，我得考虑考虑。如果不带我们去，我们也考虑考虑。团练，玉姑娘，本县荒僻多山，现用人手担保，一切要多多仰仗二位了。徐大人言重了，为地方这是应该的。本县只求不扰百姓为先。徐大人说的是。哥哥，事不宜迟，趁他们还没出城，天黑以后，片搜全城，一网打尽。嗯。王婆涛在，召集县勇，全力以赴。这是你的二两酒，这是你的菜。哎，打金的家伙忘记带了。哎，对，改行了啊？改行？为什么？说了呀，你也不信。哎，这没头的鬼你见过没有？没头的鬼？瞎说，你还没喝就醉了。哎，我说嘛，没人相信。我要没醉，连我自己也不相信。哎，你慢慢醉啊，我去给李大婶送碗面，这个摊子你给照顾一下。哎，我告诉你，这卤蛋我可是有数的哦。哎呀，你去。你坐，他一会儿就回来了。间空着，怎么回事？这可就奇怪了、啊、我明明看见他们两个进屋的。没错，我刚才还沏了壶茶给他们送进去呢。掌柜的，你可不能报谎哦。不会呀、啊、我们没这个胆子。玉姑娘，团里为地方操劳，小的哪敢撒谎啊。哎，赵团里，怎么了？团里，王捕头查到了棺材铺，进去了半天没见他出来。出事了？不知道，我们没敢进去。老夫人请。
老夫人，侯爷当年率师平乱，亲情飞碟帮，才使本县变成了一片安乐土。本县不但不能够守住这份安乐，反是赵团练、玉姑娘、王捕头不明不白的失踪了。本县愧对侯爷跟老夫人，愧对地方百姓。徐大人无需自责，盗匪作乱这也难免。关于赵团练、玉姑娘，徐大人，老夫人，徐大人，小的刚才看见金管家带着青云跟小雪小姐出城去了。出城？过去问问客人要什么。是，对，就是他们。客官来点什么？熊掌啊。熊掌没见过。那就来盘鱼翅啊。也没见过。也没见过。你找茶？对对对，来碗茶吧。什么茶？麦仁茶也行，竹叶茶也行。真有一手。金老爹，我们先喝点茶，再陪他们走几招。对，我渴死了。Got it.
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代新人换旧人。老金全躺下了，打了半天就没看见他们头儿。走，我带你们找他们头去，把我凉帽拿来。好。想不到你还活着，想活着乖乖受捕。真是惭愧，还站着干什么？去松绑。是，辛苦了。赵团练呢？留在上面。啊，黑狼那群土匪。放心，跑不了的。谢谢玉姑娘救命之恩。谢谢，快起来，快起来。王捕头，在。替我送他们回去。我带着他，还有事要办。是。金老爹，您带我们到这儿来干嘛？抓坏人。这条破街惯吓人的。对了，你们先到破庙里等我一下，我到四周去看一看。老金，你看什么呀？这你就不懂。清源在。你告诉小雪。哦，好。青云，走到庙里去等。哎，老金去哪里了？哼，我也不知道。那您答应他要告诉我的。哦，他大概去找坏人。七爷爷，赵团练抓到坏人没有？玉姑姑要到哪去啊？赵团练和玉姑姑怎么没有死呢？对，是谁救他们的呢？他们到荒街干什么呢？就是嘛，好怕人哦。七爷爷，金老爹为什么不帮赵团练呢？就是嘛。七爷爷，金老爹是不是金眼雕？好了好了，你们说过不问不问，我不讲了。就是你了，问什么问嘛？他也问了。你问了我才问的。好了，不要吵了啦。大家闭嘴，七爷爷
生气了，就是也有生气了，都是你吵的，不要再吵了。老金，别叫了，我跑了一圈也没见到金老爹。庆云，你真的找遍了。我骗你干嘛？庆云，那你知道老金到哪儿去了？我怎么知道？庆云，别老叫了，叫得我心里都发毛了。庆云，庆云，庆云。金老爹，庆云，我想回家。不想回家的是小狗。庆云，哎，从找不到金老爹到现在，你叫了我十来遍了。要是口渴，可没有水喝哦。小雪，小雪，什么啊？刚才我们到破庙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神台上有几个石像？不记得，好像是一个。对呀，没错，是一个。可是现在，你看，你不要吓我。青云，别叫了，我过去看看。青云，小心啊。在上面的时候，那些风车和糖葫芦怎么不见了？那你叫什么救命嘛？呵呵，我不叫救命，你怎么会进来？哎，让开！哎呦！
救命啊！哎呀！好不好玩？好累哦！啊，走这边。可不是我胆小了，快走吧！去了，我也觉得奇怪。走，我们先离开这再说。青云，我们刚才不是站在这里，怎么现在换他们了？过去看看。小雪，慢点，咱们得先看清楚点，到底是石像还是真人。哼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怎么样，玩够了吧？老金，刚才有件奇怪的事情，有两个大汉要抓我们哎！过来，过来跟我说。小雪，小雪，干嘛这么大叫嘛？小雪，你快仔细看看。看什么嘛？你还看不出来，金老爹是坏人，咱们快逃啊！我们下楼啊！哎呀！快想办法逃命！逃得出他们的手，跑不出我的掌心。
我老君不能算是什么坏人，只是借用你们两个向老夫人换回我的八宝珠。玉姑姑。奶奶，现在别再叫奶奶了啊。爷爷。小雪，他是我爷爷，我爷爷才是金眼雕。你就是座山虎，你在董府算是有耐性，但是你这套还是瞒不了我金眼雕。金眼雕，有你的，咱们挑明了，我那颗八宝珠早先被匹马骗走了，侯爷裸了匹马取走了那颗珠子，我现在要把它取回来，有什么不妥的？我可不像黑狼他，又想杀人又想放火。奶奶，哦不，爷爷，那黑狼他们呢？爷爷绝不会放过他们的。看看，这叫邪不胜正。金眼雕，坐山虎，八宝珠给我一个交代。亏你在董府待了那么久。老夫人的为人你不了解，我不懂。金大侠，嗯，按老夫人的意思，在此地松绑，今后好自为之。金眼雕，坐山虎，我的八宝珠。哼，你瞧瞧老夫人送给你的烟袋，死套子里裹的是什么？老夫人她，侯爷，老夫人是何等人物？坐山虎，你明白了吧？还不把青云小雪放了？玉姑姑，玉姑姑，你们到哪儿去了？要不是金大侠救了我们，我们就升天了。金大侠，我真该死。和侯爷德行一比，我算个屁，只求你还让我管园子。多谢老夫人不杀之恩。我们已经决定退出江湖，安分度日。爷爷，这样一来江湖上不就没有坏人了？我这身本领不就没有用了？啊，又怎么了呀？故事没讲完嘛。对呀，不想完了。讲完了呀。那金老爹不是金眼雕？对呀，金老爹是坐山虎，奶妈才是金眼雕呀。金老爹是谁我不管，他们总该打一场才对呀。对呀，打一场。打一场，哎呀，坐山虎的功夫再高也抵不过一个李子。老夫人仁德俱备，比泰山还重。金眼雕那种气度又有多宽宏？坐山虎能扛得了吗？故事讲完了，我回去了。你们也该回去了，免得家里担心到处去找。是爷爷，你下次再讲个故事给我们听好不好？对啊，下次再讲个故事吧，明天就讲好不好？不行了，明天我家有事。你家有事，我家没有事。亲爷爷，那你什么时候讲给我们听呢？好了好了，回去吧。啊，七爷爷，要看你们在家听不听爹娘的话，是不是个乖孩子。七爷爷的故事可多的是，下次再见，回家要听话，多读书哦。